哎，帅哥，你钱掉了。哎，谢谢好美女，你不单身长得这么漂亮，心还那么善良。不用客气。哎，美女，我冒昧的问一句，哎，有没有男朋友呢？人家还从来没有耍过朋友嘞。那你能不能找我女朋友呢？我找男朋友可是万里挑一的哦。这样子嘛，我们两个来耍个游戏。这个游戏啊，99%的人都做不到，只要你做得到，我就答应当你的女朋友。有人？哎，要的。那你说。这个游戏就是用你的左手可以握住你的手机，但是用你的右手啊，肯定握不住。咋可能呢？这两个手指拇儿都一样长的嘛。这样子，我拿我手机告你看，你看清楚哈。嘿，哎哎哎，看到没有？一火就捏住了，哎，捏住了哈。咋了？你咋了？上次拿右手，看清楚哈。哎哎哎哎哎，看看看看看，没握住哈，我们两个不合适。哎呦我的妈！